宝人东皇宫。嗯，把苏州无限的刷一下。江苏苏州惊现东皇太一墓，开棺后墓主手持阎王告帝书，头戴七杀冠。但令所有人不解的是，东皇太一不是神话里的虚幻人物吗？他的棺椁为何会出现在江苏呢？如果墓主人不是东皇太一，那告帝书上的东皇宝又该如何解释呢？就在这时，棺椁内出现了一件文物，令在场所有人都激动不已。这究竟是件怎样的宝贝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本期视频咱们就来共同揭开江苏东皇太一墓棺之谜。在江苏苏州市的工业园区内，因为需要大面积扩建，之前就听说这附近可能存在古墓的负责人，便在动工前提前联系了当地文物部门，先对地下进行一次考察。没想到在苏州考古研究所的一番搜索后，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组数学土坑棺墓。通过目前的现场情况来看，专家判断这应该是个家族墓葬。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，一个意外的发现令考古队成员们万分欣喜。在一处堆放着建筑材料的下方，竟然挖出了两具刻着铭文的木棺。这两具木棺被分别命名为 M2 和 M4。 考古队经过对出土的陶瓷残片、钱币和木棺的鉴定后，初步认定古墓存在的时间最少有1000年左右。专家意识到这两具棺椁极其珍贵，为了最大限度地在开棺后保证棺内的文物安全，那就必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内开启棺椁。于是专家立刻想到了无锡的考古方舱实验室，这里同时还是2021年轰动全球的三星堆遗迹考古使用过的方舱实验室。但接下来如何将这里两具棺木完整的打包运输，成了一个大难题。最终经过考古队专家商议，决定采用整体吊装的方式将棺椁转移到实验舱。2021年6月20日，考古队正式进驻到方舱实验室，开棺考古工作就此拉开帷幕。揭开表面的保护层，无锡市生物研究院的科研人员首先对棺木周围进行了微生物采样，用以确认有没有什么来自古代的危险病毒。确认没有危险后，等待多时的发掘人员开始沿着木棺的侧角慢慢向下清理。他们发现棺木外侧裹着一层厚厚的青膏泥，这种青膏泥特别细腻，能有效地隔绝空气，所以它就是因为它能隔绝空气，所以对棺木形成一个保护层，这样的话就是不容易那么腐烂，所以这两个棺木能保存得比较完好。与此同时，发掘小组在木棺头部外侧相继找到了三个形象各异的墓志人俑，利用守护的则是一个墓志明堂。古人认为明堂对墓葬有着巨大的影响，如果明堂建造得当，不仅可以提升墓主人运势，还能保证祖坟的永久安宁。等一切准备就绪，开棺工作正式开始。别吵这点啊！江苏苏州惊现东皇太一墓，为了最大程度保证棺内文物的安全，考古人员将这两具棺椁转运到了考古方舱实验室。等一切准备完毕，开棺工作正式开始。然而棺内的景象却让众人有些不知所措。等我们把棺盖板揭完之后，发现它在棺里面就是一层层淤起来的泥。它这个泥是怎么进去，就是常年累月吧，就是地下水就不断的上升上涨，就慢慢一层淤进去。闻起来是什么味道？就是那种植物性腐烂之后的。考古队员首先对棺椁进行了拍照测绘，紧接着便使用二分法开始对棺木的尾部进行发掘。因为担心淤泥中可能会存在文物，所以队员们在发掘的时候小心翼翼，只能像切豆腐一样将淤泥一块一块的切下来。随着棺内淤泥越来越少，终于有几件文物露出了头。队员们首先清理出来的是这件花瓣形漆碗，漆碗高约8厘米，口沿最大直径约为16厘米，碗上沿成5瓣花口，下沿逐渐收缩，整体造型典雅，是极为难得的珍品。就在考古队员对漆碗进行清洗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发现让在场所有人都激动起来。考古队员在漆碗的底部发现有四个用朱砂写的行书大字：姚先上牢。为什么漆碗的底部要写上姚先上牢，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 M2 棺椁的发掘已经到底，随着淤泥清理工作的逐渐深入，墓主人的遗骨终于一点点露出真容。与此同时，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重要发现。经过中国纺织物考古专家鉴定，新找到的这件文物应该是件七杀冠。七杀冠在千年前是一种特殊材质的帽子，它以轻薄的绢纱为底胎，经过多次修漆形成七杀。这种材质做成的帽子挺阔且轻盈，舒适而透气，是后来官员们所戴乌纱帽的原型。能在长江中下游区域出土相较完好的七杀冠，实属罕见。就在这时，考古研究所人类体质学专家来到了现场，
通过人类体质学家判断，墓主生前应该是个北方男子，身高在1米7左右。根据牙齿和骨骼判断，墓主去世时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。遗骨上并未发现致命伤，所以专家推测他应该是因病或者是自然死亡。M2 号棺椁发掘眼看接近尾声，墓主人的身份却是扑朔迷离，这令发掘小组成员心中十分忐忑。他们还有机会找到答案吗？就在众人对此不抱希望时，在棺底板的手部位置，一块木板出现了。清洗出来，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，上面居然有文字，这竟是传说中的阎王告地书。江苏苏州泾县东皇太乙墓开棺后，考古人员不仅发现墓主头戴七纱冠，手里竟还拿着一块阎王告地书。阎王告地书又叫买地券，是死者亲属为死者在阴间买下一块栖身之所的证明。看到这块木板的众人，几个月的发掘终于算是没白忙活。这个铜钱上面应该有字的吧？宝源东皇宫。东皇宫这个名字瞬间让众考古人员联想到了东皇太一。难道说这个墓中埋葬的会是东皇太一不成？考古队员立即将这块告地书送到专家手里进行详细的解读。与此同时，仿制物专家又在墓主人的大腿骨之间发现了大块的丝织物残片，由于有机物在水中长期浸泡，变得十分脆弱，在提取时为考古队员们增加了不少难度。在商讨后，专家决定先对文物进行保湿覆盖，然后对周围的泥土进行脱水，最后再将丝织物整体取出进行清洗修复工作。就在清理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考古人员用探针在丝织物下发现了一个坚硬的小件物品，一个雕刻的小件，你看上面有，看到吗？是。取出清洗后发现，这竟是一件雕刻精致的小件玉器。专家推测，这可能是墓主人腰带上的挂件，或者是衣服上的配饰。而这时，研究买地券的专家也有了新的发现。M2 这个买地券出土，其实它最关键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字方面的信息。这里面其中有两条信息，我觉得尤为关键。一个是买地券开头提到了一个乾德4年，这个是墓主人下葬的这个年代。第二个就是墓主人的身份，它里面提到了这个李辅君，就是一个李姓的一个男子，下葬在这个棺中。那我们就确定了墓主人是一个李姓的男子。买地券的出现，证实了考古队员对于墓葬年代的推测，也确定了墓主人是一个李姓的男子，下葬时间是在乾德4年。正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，也就是公元966年。至此 M2 棺椁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，但墓中出土的各种文物还要等专家修复后才能看到他们曾经的繁荣。而 M4 号棺椁的清理还未开始，墓中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 M4 棺内又会有怎样的宝贝？这一切谜团还要等考古专家们后续的研究来揭开谜底。本期视频您有什么想法？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